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：善是戏弄、侮辱；谤是毁谤。这里举出了，他说善谤有两种人。 一种人是愚痴，所以才造这个恶业；另外一种人呢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喜欢出风头，喜欢标新立异，在社会大众当中啊，兴风作浪。 如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的，了凡先生在早年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也有这些毛病习气。那么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，真的是愚昧无知啊！ 那么，什么叫圣？什么叫贤？这两个字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圣的定义，说这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、理事因果，他都清楚，都明了。 这样的人，在中国称之为圣，在西方称之为神，佛教里面称之为佛。名称虽然不一样，意思都相当接近。明了而不够彻底。 这种人在称之为贤，完全透彻明了啊，这称圣。这些人是社会的导师，是一切众生的模范。那么对他的戏弄、侮辱、毁谤所造成的影响面。 非常广大，非常的深远啊！佛家讲戒罪呀，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。那么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断人的生命最轻。 断人的慧命啊，最重。这个道理，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啊。我们千万不能够啊掉以轻心啊，以为啊，对于圣贤、对于佛菩萨、对于善知识，侮辱毁谤。 这是小事，尤其是善知识啊！善知识，他是现在住在世间呢，影响面极大了。佛菩萨教我们忏悔，忏除业障啊！什么是业障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业障啊！叫我们回头是岸，回过头来以戒定慧，依佛菩萨的教诲啊，不肯回头，我们所造作的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啊，回过头来至少是三善道啊，真正明了觉悟，一定要珍惜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因缘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呀！不再迷恋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个两句，看到很难过啊。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，做的不好就是犯了这两句啊，所以认真努力，痛改前非，天天要改过，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过失。以为自己没有过失，是我们最大的过失啊！等觉菩萨还天天在改过啊，我们算什么啊？就天天找自己的过失啊！啊，怎么找法？第一个是读经，用经教来检点。第二个是看别人，啊，看到别人过失，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，啊，不要去诽谤人，不要去批评人，回过头想想自己，啊，自己如果有赶紧改，没有勉励自己，啊，不要犯。啊，所谓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嘛。那一个造作过失的人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。没有他，我们不能发现自己过失。啊，所以他在表演，他在示现呐。啊，对我来讲的时候，他是善友啊，他是善知识啊。我因他，所以才能够改过自新，才能够回头是岸。啊，我怎么可以去批评他？啊，怎么可以轻视他？啊，所以要多想想，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圆满成就？啊，我为什么一生天天造作罪业？多想想啊！想清楚，想明白了，回过头来，功夫才能够得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